对，那王源为什么要叫源哥呢？源哥就是因为他气场比较强嘛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俩很奇怪，我管他叫源哥，他管我叫苏龙，对，他也没有叫你叫龙哥，他没有，他叫苏龙。对，源哥你好，你几岁？我2000年，你是哪年？93年的。那你叫我哥干了。跟源哥在一起，真的是很多时候让我特别特别感动。就是我们起俩吧，我要去准备。你别叫我虎哥，虎哥不爱我就叫虎哥。哎，别闹，虎哥。哎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帅吗？因为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哎，源哥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了。哎，我现在跟吴天然、马迪、源哥在一起，然后他们。源哥整个的完成度，包括他本身也帅。